See the place for the elephants, number 74. The key that he yesterday. 李代相、相见欢，预约兄弟下个传奇，许继红。Everybody. 我女儿才有，都是给我给我弟弟。Long time long see， 这真是传奇的一刻。大家太久没有见面，不管是用英语还是国语，地坡和路易斯见到当时兄弟的主力捕手洪一中，聊开了。当然啦，很久没有。我们以前大家感情都不错，尤其是地坡相处又好，路易斯也是好几年，我们去雷锋嘛。不会说一见到不会说啊，你都想一下，这个才是比较像传，一点点像传奇。地坡和路易斯对台湾职棒环境比以前进步许多，印象很深刻，还预约下个传奇会是这位。The kid that plays for the Elephants at number 74. I can see him playing in the major league sometime. 董新文，那意思谁才是兄弟真正传奇？报道。